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。浙江省衢州市税务部门加速落实一系列针对性减税降费政策，转化为真金白银，为企业注入创新活水。坐落在浙江省衢州市的新材料制造小镇，是一个聚力于新材料加和智能制造的企业孵化园。目前已入驻企业70余家，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0余家。据这家钴新材料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，公司废旧电池的年拆解量超过7万吨，在技改创新方面每年都要投入大量资金，而当地的税收政策大大缓解了他们的资金压力。预计2021年公司的研发投入9000余万元，按照最新的税收政策，研发费用的加扣比例由75%提高了100%，同时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税负。税收优惠政策的高效落实，让企业对于接下来的科研创新投入也更有了信心。衢州市税务部门通过设立科技创新服务专班，提供精准服务，一站式清单管理，把一揽子政策点对点送到企业手中，让企业把省下来的钱用在刀刃上。我们将继续发挥科创服务专班的作用哈，依托税收网格化管理，把各项的税收优惠政策宣传好、落实好，助力衢州新材料制造行稳致远。